好啦，同学们又回来了。那老师问问大家，知道中国的钱币那个硬币有几分的吗？一分的、五分的、十分的。两分的有没有啊？有。哪有十分的？有一角的，哪有十分的？看着题目胡说八道是吧？这个人家说的是美国的硬币，对不对？老师还刚想问的，是美国的硬币知道不知道？真是。好吧，在中国的硬币是不是只有那个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和一角的，对，还有五角的、一元的，对不对？是。那看一看美国的硬币，美国的硬币有一分的、五分的、十分的和25分的。哎，它这个有意思，是不是还有25分的？对。好了，说现在有10枚硬币，价值是1元钱，那么其中有3枚25分的硬币，问其余的硬币有哪几种，然后每种各有多少枚？听明白题目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那硬币有哪几种啊？1分的吗？1分的。5分的。1分、5分、10分和25分，对不对？对。现在总共有多少钱？1元钱。1元钱，那1元钱是多少分啊？100分。哎，这个终于算对了，是吧？1元钱是100分，这个没错了。那现在人家告诉你，他已经有了多少？有了。3枚25分的啊，有了3枚25分的，说明他一共有了多少钱了？75分。哎，是不是一共有了75分了？对。那现在一共有75分，所以你只要凑出来25分就行了。哎，只要你凑出25分，是不是就可以了？对。那也太简单了吧？那25分吗？是不是可以为5个5分的？是。哎，是不是就5个5分的？对吧？红叶同学说是啊，每次老师挖个坑，他就往里跳，每次挖个坑，他就往里跳。人家一共有几枚啊？10枚。是不是一共有10枚？对。你3个25的已经有了，还差几枚？还差7枚。数都不会算了，是不是还差7枚啊？对。一共10枚，已经有了3枚，是不是还差7枚？对。那你现在凑了个5个5枚，那还剩2枚哪去了？2个0分的是吧？所以你这个数。它的个数是不够啊，对，那因此你这种拆的方式是不是就不对啊？对，你一定要拆成7个硬币出来，嗯，对不对？是，所以你在拆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OK， 按住暂停，再拆一会儿，一定得拆啊，不准过来直接看答案，快拆啊！嗯，拆完了吗？好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你做的跟老师做的对不对啊？刚才拆5个5分的个数是不是太少啊？对，个数太少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拆的这个数太大。你要拆1分的，是不是可以拆25个？对，是这样的吧？是。所以你这个个数是不是拆的这个每一个硬币的数值是不是要偏大了一点？对，对吧？嗯、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把数值减小。你要想把数值减小的时候，我可以拆1分的。嗯。拆1分的话，1+1+1。这个试一试，是不是就出来了？哎，你发现1+1+1的话是几分？5分。4分。对。是不是4个？你看好了再说啊，是不是4个？嗯。那你我能不能拆成4个1啊？4。肯定不能，因为你最后的和是不是要25啊？对。你这里边如果拆成4的话，你怎么凑是都不可能凑出25这种5的东西来。嗯。所以你必须拆成。5或者是10这种形式，对吧？对。如果我拆成5个1的话，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有5枚硬币了？对。还差几枚？还差5枚。好好说。还差2枚。这已经是5枚硬币了，对吧？我要凑几枚？凑7枚，对不对？我要凑7枚，还差2枚硬币。那现在5枚硬币价值5分钱，还差多少钱？是吧？20分。对。再来2个。10。啊，再来2个10是不是就行了？对。哎呀，我的天哪，累死我了，这把老师都带晕了啊！所以我拆的时候，最终的答案应该是拆成5个1分的和2个10分的，是不是就可以了？是。好了啊，来看看我们的最终答案。首先，你这个，其次我要凑这个25分，凑25分的时候，千万注意要拆成7个数的和，因此我在拆的时候可以拆成5个1分的和2个10分的，对不对？嗯。那好了，那拆完这种形式，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写答了？现在硬币是5个1分的和2个10分的，对不对？对。那同时，来，红叶自己说，自己做错哪了？第一个，想当然了，拆成5个数，对不对？是。啊，所以呢，你答的时候你肯定答错了嘛，是5个1、5个5分的，是不是第一个？
个数没匹配啊，对不对？对。啊，这是最重要的。其次的问题就是，你还得把它加成25分，这个不能错了，对吗？嗯。好了，要注意这两个问题啊，也一定要把这种小小的细节做透，要不然每个题你都只对50%，你说这要是个填空题的话，每次都是0分，是这样的吧？嗯。所以老师强调两点，也就是同学们做错的地方。这叫做多线性拆分。第一，你要把核固定在25；第二，你要拆成7个数相加的形式，是这样的吧？嗯。好了啊，凡是鸿雁同学做错的地方，一定也是同学们做错的地方。你就看好了就行了。他错哪儿了，你估计你也错哪儿了。所以千万小心啊，别一整啊拆成10个数，一会儿又拆成5个数啊，这个乱七八糟的，把自己的思维固定住，一口气把它做完，好不好？好了，老师就啰嗦到这儿，同学们请做你的在线测试题和预习下道题目。